喂，高 PD， 信号，拨出去吧。我家门口围了很多的记者，所以不想回家，因为江初恩从头到脚都是无可挑剔的。我说过十九姓不行，我该睡了，你怎么办？眼睛里怎么一时冒出爱心？我们已经尽全力了，可是之后能不能走路，目前无法给您确定的答案。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这个样子。哦，我的维纳斯，今天晚上7:30，星空卫视。